师傅好，最近有一个好朋友突然跟我告白，但我只想要保持朋友的关系，我该怎么处理呢？我觉得凡是表示不同意是最简单的事情，其实就是装傻充愣，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他说东你说西就完了。其实这个有的时候的，这个情感的事情，是需要装傻听不懂。如果你对这个人确定没有就是异性这种就是恋爱的这个感觉的话，一个是先一开始的话先装听不懂，就是打岔，他说东你说西，再者呢，你的表现更严肃一些。如果再接下来对方还在要表现或者很直白的表现的话，那你应该很直白的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按照江湖新规矩，就是你不是我的菜，就你直接告诉他，那个我和你没有这个感觉，那你还是另寻找缘分就好了，好吧？那没有这种缘分的感觉，你应该直接说。那么，尤其是已经有固定的男女对象的人，或者已婚的人，当有人跟你这样表达一种情感的时候，你要非常直白地告诉他，我没有感觉，或者我已经有男朋友，我已经有女朋友，或者说我已经结婚了，对不起，应该直白地讲，反而会好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如果在同一个工作场合的话，那你的工作、你的心情都会受影响的，就是连普通朋友都做不得了。反而讲直白了之后，也许大家还能够非常友好的一个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，所以这个也是分有一个火候和度。还有一次，我好朋友的男朋友突然跟我告白，我有点懵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个男生真的很棒。你就说你不想活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，无论他是个男的还是女的，这样都不合适。那等于是要表白了，我要脚踩几只船了，忙得过来嘛？至少每个国家的法律几乎还都是一夫一妻制，对不对？何况我们都是朋友，比如说对方是个女的，我是个男生，可是你和我的另外一个这个男生小同伴恋爱，你同时在和我来表白的话，说你是什么人啊？那你的道德有问题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应该就警告他，你那个头脑出问题了吗？如果你不爱你的朋友了，你应该直接告诉他，你也不应该跨过他来向我表白，因为我们是朋友关系，你就和他不好了，我也不会和你好的，这样你才能保持你一个非常纯洁的好朋友的关系，你不能纵容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情感关系，应该很直白地表达这样的一个错误，警告对方才是最合理的。当然，有的人就是心动，因为对方，比如说有财有色呀之类的，确实本来你就有一种爱慕的一种感觉，那个是另当别论了。但是我还是提醒你的朋友的这个对象，异性的朋友，你最好别碰，否则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不能这么做事。今天我准备两个礼物，就是两个小手串，这个好像是那个檀香的手串，你闻很淡淡的清香还有一颗天珠都送给我的，这颗好像有点咖啡色，淡淡的这个，那这两个礼物呢，可以送给接下来的回复这个 Facebook， 最积极、最有效率，就看谁那个发的帖更优秀、更优质、更有深度、更有趣味我会评选出三位获奖者，我把这两个珠子送给他。那我第三个奖品我还没想出来想出来之后一定比这两个东西还要好，好吧？那第三个奖品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谜，好不好？
你现在这么世界这么暴露，